欢迎收看《撞球点降落》，我是诗倩。台湾的职业撞球发展呢，到现在其实已经进行了蛮长一段时间了。那当然也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台湾的传奇球星。而在今天的撞球点降落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传奇球星非常的厉害，在2005年的冠中冠挑战赛当中拿到了冠军。那这也是大家最引以为傲的一项成绩哦。那当然现在同时也是我们总会的会长，让我们一起欢迎赵峰邦赵老大。嗨，大家好，我是赵峰邦。那想要跟老大聊的是说，其实老大现在过去是选手嘛，那当然现在其实也成了会长。那在过去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大是怎么会想要接触到撞球这个项目的？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其实跑撞球场可能应该也算很正常吧，家常便饭。对啊，就喜欢就喜欢上撞球啊，就一直玩，一直打这样子，然后就一路打来打到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还在打。在比赛比了这么多场的一个赛事哦，从最一开始可能青少年时期好了，或者是说到最后成为就是世界第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的比赛是让老大印象比较深刻的？印象比较深刻当然是有几场了，比如说像93年在德国拿世界冠军的时候，因为它不是说某个场次就某一场比赛印象中，是一开始我就掉入败部了，就第一场就输掉了，然后还好那时候是先双败然后再开始单败，还有机会。对对对，那时候第一场输掉之后想说还有机会，然后当我败部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开始单败的时候，我就说大家这个起跑线都一样了，就是说等于就应该讲就有好好把握住了，是，所以到最后撑到最后就顺利拿下冠军这样子。是，那当然，因为老大应该也就非常有经验了嘛，从就是最一开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选手，然后到最后有办法朝向国际，然后甚至是拿下冠军，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嗯，是啊，对，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是。那以现在目前就是会长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来看哦，因为以会长的角度来看，应该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一个撞球的一个面向嘛。嗯，那就老大的一个角度而言，你会觉得说，台湾目前整体的一个撞球环境发展跟国外有没有什么样您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或者说台湾可以来去学习的地方吗？其实这个所谓的花式撞球最早起源在美国嘛，那像美国，说真的，在美国花式撞球对他们而言，就是确实是一个非常休闲而且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运动。那相对我们台湾，在比如说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也曾经这个撞球有一段不错的一个辉煌的阶段。那只是说在前面，在最近这个，比如说5、6年前、7、8年前稍微不好了，稍微这个算是比较不好了。那现在最近透过这个撞球总会跟博士体育台的合作，感觉这个撞球又突然又火起来了，这个算是有越来越好的这个感觉了，而且像这个比如说撞球场生意都变好了，甚至也有很多还蛮多家新开的球场，对，那包括比赛也多了，那最近学生参赛的这个意愿跟人数都很明显的增加了，那相信在这个撞球总会还有跟博士配合支持的情况下，我相信撞球应该在往后的几年应该是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们在2030年这个卡达亚运会正常来讲应该会有撞球项目，对，是，所以说未来几年是蛮看好撞球这一块的，对，等于说我们要想办法一起努力把这个撞球再推到过去那一个巅峰一个状态。对，那当然这个除了博士的支持之外，当然也要各位观众朋友、选手们，这个喜爱撞球的这个社会大众们，也要大家来鼎力支持，尤其是在下个月的亚洲杯。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最近的一个在台湾办国际赛就是亚洲杯嘛。是，对，所以其实大家也都可以透过像是博士啊来收看这样的赛事，当然也是为台湾选手来打气一下，因为我想当时的到时候的一个场面应该会是蛮盛大的。应该会非常盛大，因为就我所知，亚洲杯是参赛国最多的一次，是，而且也是办在5星级的酒店里面，也是台湾第一次把国际赛办在5星级酒店里面，相信应该会
盛况空前。没错。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撞球点将录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过去的世界球王，那当然也是现在我们总会的会长赵老大一起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当然也包含了像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期许，都需要大家持续的来做一个投入。那在今天这一集的撞球点将录也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是思倩，我们下一集见，拜拜。